来了。给大家分享看一下，你的脚就不知道。还有这边，来。拿完这个了。你穿着吗？这个袋子。哈哈哈哈哈！要洗的，对吧？对吧？啊？鞋子也有，鞋没有。哦，高跟鞋。高跟鞋好穿的那种。他穿哪里穿吧？我这次可以走过来。拍个抖音。Hello， 朋友们，看一下小凤现在穿的这套怎么样啊？好不好看？一套白。刚刚你说这个链子的配那个裙子好看是吧？对，试一下。哎，我这很少穿一套白色的衣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平常时都要下地嘛，所以说我几乎都不会穿一套白色的。我发现这个白色好像比黑色的长一点。是。我试一下我那个裙子，看看我穿这个裙子是这个衣服。试一下，那个裙子配那个衣服也好看啊。还是刚刚那件配好看一点，是吧？不一定，这个也好看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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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你不试试来看我拍的效果先吗？我再试一下这件小衣服，看了，这件，走过那头走过来呀、啊，从那头走过来呀、啊。我觉得这个配这个还是好看一点，我觉得，对吧？刚开始搞抖音，小胖妞，哎，今晚上你都没有买到嘞，都是我买嘞。那你买到你就先买呗。是啊，你的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嘞。哎，我觉得你要买的话，要买那种高质定制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要专门定制你这个身材的才得啊！嗨，今晚上和小胖妞逛街啊，满载而归哦。对了，因为现在天气热了，所以首先给自己先买几套先啊。因为女人的衣服啊，它就很容易过时。去年的衣服今天又不喜欢了，是吧？太容易过时了，像这个衣服去年买的。今年看到就像旧的一样，哎呀！小胖妞，我们先回去了啊。好好。改天再带你来，因为今天有点晚了。改天再带他。对，改天再带他去看一下合适他风格的衣服。他适合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呢？大觉得？我觉得他应该要穿旗袍，他适合穿旗袍。下次我带他去买旗袍。你们觉得他穿旗袍好不好看？我觉得他适合穿旗袍，因为他的身材比较圆，比较丰满，所以说穿旗袍的话肯定很好看。你们认为呢？觉得穿旗袍好看的，就给他打个六啊！想不想看他穿旗袍？想看的话就打个六，下次就带他去看旗袍啊！好了，我们先回去了，拜拜。